我手上这个便当有叉烧肉有蛋，这是在哪里买的呢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一台贩卖机，热腾腾便当贩卖机就有卖，在台北101每天限量贩售，一到用餐时间上班族排队抢卖。第一次看到，然后它便当出来也是热的，如果你稍微慢一点过来的话，可能后面就会被抢光。贩卖机卖便当靠加热棒，机器升温到60度才能热热吃，另外调成常温，早上卖早餐，下午换上点心蛋糕。忙着补货，贩卖机人气夯，午餐一份90到120元，一个月就能卖超过56万元。我们现在看到成效不错，所以我们应该再过一两个月，我们会再引进新的机器放在不同的角落。很喜欢吃那个黯然销魂饭，大肠面线吧，我非常喜欢吃大肠面线。还真的有可能，贩卖机什么都卖，超商也靠贩卖机比拼。卤味鲜食出现在贩卖机，三明治预饭团也不稀奇。另一家更多元，连面膜、杯子都有卖。两家超商比一比 ，7-Eleven 贩卖机在实体店附近，概念是子母店，要改善结账排队状况。OK， 独立设置一台机器就是一家店，目标拼展店。支付方式 7-Eleven iCash 限定 ，OK 有20种卡能刷，预估带动业绩成长1.5成。贩卖机正夯，按几个钮刷卡，用方便抢客源。三十元刚好，谢淑敏投稿。